喂，醒醒，你睡得太久了。别来这一套，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你的大脑一点都没受损伤。赶紧翻翻记忆库，弄清楚你是谁，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干呢。我是你的本我好吗？是最原始最本真的你。我是超我，不必担心，你没有精神分裂，也没有发疯，我们就是你。自我还没诞生，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快去回忆吧，少了任何一个你都不称其为你了。好好回忆一下，你是他们都是你，他们曾是你，他们是你的一部分，明白没？没时间耽搁了，一旦你的脑信号波动传出去，他很快就会发现的。这设备维持着你的生命，它似乎治好了你的所有伤势，包括那一道。此举或许是他的赎罪，说是囚禁还差不多。哎，那堆棺材里有什么？这座维生舱只有从终端输入指令才能开启。这在你的拳头面前都不是问题。你还记得上次这样健康是何时何地吗？500年前？或许吧，太久了，实在太久了。这才是真正的你，现在动手吧。我的老朋友，你总算醒了。他就是奥托·阿波卡利斯。你和他的关系倒是一言难尽。他自称是你的朋友，却骗了你。不打个招呼吗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毕竟你刚刚苏醒，还需要持续观察和治疗。虽说检查的结果显示你已经完全康复了，可你始终没恢复意识，我总是担心出了什么岔子。你不会怪我吧，老朋友？你还好吗？认得我吗？化成灰都认得出来，你就这么告诉他？先看看他有什么企图，我们不能攻击没有武器的人。啊，这个人随时能变出武器啊。问他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因为我不想你死。我们认识很久了，老朋友，我知道你脑部受伤是不会死的，但我不想耽搁20年的时间。说到底，你不欠我什么，而我却对你开了一枪，所以我带你回来，把你的伤都治好。这个人多么擅长粉饰自己的邪恶啊。他是一条毒蛇，但是没有什么但是，
他杀了你，他引来崩坏，害了圣弗利亚的所有人，他毫无悔意。好了，老朋友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你还敢再相信他吗？他会毫不犹豫地背叛你。好好想想，在那个时候他是怎么对你的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种疼痛，让他也尝尝你受过的苦。他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人，必须阻止他的邪恶阴谋。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，对吗？如果不阻止他，有更多的人会死，会发生更多的悲剧。他摧毁了提亚娜，你的朋友，他把他变成了怪物，他害死了姬子。如果不是他，那位队长本没有必要付出一切。他还从你身边夺走了什么，不是吗？他以为你全都忘了，但你没有。现在你可以都想起来，再没有什么能阻挡你了。你可以重新完成。首先你要杀了他。等一下，老朋友，我。多么可悲啊，这是他应受的。啦啦啦啦啦，就是这样。